由县安化各处所产之铁与洋铁一律受钻，火药一向都降金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。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，共用二万二千余两，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，请元金户二局陈案专折奏销。四川总督丁宝桢书言，川省已设机器局，经外洋基建运到即行开局，自造洋枪子弹等项。四年，总理衙门王大臣书言，前程海防事宜有减弃一条，巨炮应如何购办，各军洋枪应如何一律，以后应如何自行仿造，请赤江臣切实详议以闻。四据各将军都府副臣，有言前膛枪稳实者，有言后膛枪灵捷者，有言线枪胜于洋枪者，有言宜勤加操练磨洗者，有言不宜多购房新出更甚者，有言宜派人赴外洋学习者，有言宜内地设局以防后患者。臣等查外洋枪炮近时皆用后膛，名目甚多，必须择其制金之品一律切实办理，恕在彼不敢受其妻，在我得以试其用。